李荣，这女人做到你这种程度，真是令人叹服。当然得叹服，像本宫一样卓绝出色的还是很少。当年秦林去的时候，说要葬在这里，我送她上山，走到这里时已精疲力竭，可没想到现在，都打了个圈了，还是这么生龙活虎。这年轻真是好呀！哎呀！哎。 回来，怎么了？转过去，蹲下。殿下这体力真不行啊！你这是做什么？你体力行，给你增加点难度，背本宫下去。 这不成体统吧，殿下？哎呀，没有人看见，你快点吧。况且本宫何时要过庭？殿下，这是在欺负微臣呢。你最好走快点啊，一会儿天黑了。殿下，最近是不是吃多了？那是裴大人体力不行啊。要是殿下能够身轻如燕，微臣这体力就行了。我身轻如燕。 是，裴大人喜欢瘦一些的。刚没见到秦真真，是不是颇有些遗憾啊？李荣，这女人做到你这种程度，真是令人叹服。当然得叹服，像本宫一样卓绝出色的还是很少。裴公子。 刑部办案，捉拿嫌犯裴文轩。裴大人，烦请随本官走一趟。裴某。李大人。刑部都部司郎中李逵见过殿下，殿下千岁。免礼吧。不知李大人此举，所为何意？禀告公主。 今早有一商户知京兆府报官，声称裴大人杀害了其主人，卑职得令，前来请裴大人协助调查。李大人，裴某自问从未做过违法乱纪之事，不知这商户是谁啊？禀公主殿下，此人乃一外域商人，名为拓跋彦。 拓跋彦死了。